Okay. Alright guys, I'm back in QQ Speed Mobile. Another new update right now. And I'm excited to try Chapter 2. Chapter 2 should be unlocking today. Ooh. It's different now. As you can see at the background. Ooh. So now there's no warning or whatever because now Yue finally reveals herself. No more cloak, no more hiding. Okay, that is cool. Let's see. That's you, eh? That looks like this now. Wow, okay, so the story is here, right? Oh no, this is a popularity, what? Ah, okay. Okay, so now we know how many chapters there are. There's 5? 9 July chapter 3, 17 July chapter 4 and 5. Oh shoot, okay. So wait, let me see. Okay, yeah, so this is the event that I haven't finished clicking. Yeah. So. And. That is the picture. Yeah, the mysterious person is Yue. Okay. Actually, we know that before this update. So wait, I'm supposed to go here, this button here. Then you can see where's the chapter 1. So this one, chapter 1. Chapter 2. Oh shit! Oh boy, okay, here we go.
There's only the 7th scene, yeah? Okay. Let's begin. Let's see what's gonna happen now.终于迎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车神与赤焰的对决，到底谁会获得胜利呢？
Oh, 我还以为你会永远做一个不敢露面的缩头乌龟。不愧是吉星的车神，气势十足啊！面对你这种只会用一些卑鄙的技术取胜的人，我没什么好害怕的。太自信的人总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一飞冲天，但不会是在今天。放弃车神的位置吧，离 QSB 的远一点，也别再追查伊甸乐园的事情了。不过是几场微不足道的胜利，居然让你自大到对一个车神指手画脚。我会战胜你，也会让你亲口说出月姐姐的消息。那个人的消息对你到底有什么重要？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伊甸乐园对我和月姐姐做过的事情，忘记他因为救我牺牲自己的画面。只要他还活着，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到他。哼，奇怪的偏执，如果不是他，我现在估计还在你们这些阴沟爬虫的手上。现在我会用月交给我的性命把你们重新按回到阴沟里。张口闭口都是别人，吉星的车神，你有没有自己的目标？你这种人不配知道我的目标。每个人在实现目标的途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也总会做出一些牺牲。但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少，所以对于我来说，只要目标是正确的，我就绝对不会犹豫。而你呢？现在挡在了我实现目标的路上。那我遗憾地告诉你，你们龌龊的目标到此为止了。龌龊的目标，你对别人又知道什么？我只知道，无论你想要什么，用你们这种肮脏的手段都不会达成目的。我一定会救出月姐姐，填平你们这个阴沟，这就是你的目标，一切都围着别人转。这是我一切的起点，是我成为车神的动力，是我最重要的目标。你真是毫无长进，请你要了解我什么？知道我经历过什么？我了解你，请，而且我一直在看着你，看着你的每一步，看着你进入吉星，成为车神。你在胡说什么？而你，静，你确实没有长进。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原地打转，因为一场旧梦自怨自艾。静，该醒醒了。现在我是你的对手。你红色的鼻烟花，这怎么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居然在这里？我明明找了他这么久。
Oh shit. The first verse for this chapter. Holy shit. Oh, it's a versus. Oh shit.月姐姐只是有什么误会。
我一定会澄清这些误会的，一定会。静姐姐，静姐姐，你听得到吗？ 之前已经检查过了，放心吧，只是受了点轻伤，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静姐姐，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我昏了多久？路途不少，2小时15分钟，在赛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达到车神级别同步率，不隶属吉星外的任何车程，在一对一对局中不败于车神。达成所有目标，就可以向董事会提交申请，发起星颠对决，挑战车神的地位。连我都不知道初代车神所制定的正详细的规则，你却能步步为营，你到底想得到什么？等我获得了胜利，你自然就知道了。顺便一提。 QSB 的所拥有的能力不止比赛车，想必格伦达女士早有耳闻。格伦达女士，静，如果知道是现在这个结果，我当时就不应该让你上场。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 格伦达将在此代表董事会宣布董事会的第698号决议。董事会的决议，由于达成条件，董事会将宣布同意开启星颠对决。由即日起，至本月结束，对决双方将可以任何宣传方式获取11成赛车手投票。如非车神挑战者胜利。
董事会将根据条例对车神所属进行重新评估，对决期间音乐会将暂时停止。以上。不会，刚刚的比赛明明只是一场意外。没有人在乎解释了，董事会已经同意了制度的开启。就在刚刚，消息已经由台司进行了发布。车神归属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这么轻易？轻不轻易不是由你一个外人评判，查理的女儿，这是初代车神留下的制度，他期望拥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像星星一样在巅峰发出自己的光芒。我们没有权利质疑他，就算想要改变这个制度，也不是这一次，不是现在。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没有，月，我需要对你的 QSP 同调率再进行一次检测。正合我意。你确实拥有近乎车神的同调率，并且能够使用 QSP 的力量。你到底是？快到极限了吗？这是当年伊甸乐园实验能量的感觉。月姐姐，你为什么会拥有这种力量？这和你没关系。如果没什么事，我就不奉陪了。月姐姐，你等等。静，你回来。今天的事情你对我还没有一个交代。对不起，格伦丹女士，有些事情我必须去和月谈谈。静姐姐，你等等我。这样的爱情真的能赢过月吗？会不会？住口，台词。就算我对静有很多不满，但现在的状况让她来担任车神总比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进入极星要强。请必须赢得这场对决，只有这样极星才能稳定。Okay. 哦、straight away。我们必须跟上月姐姐。Bessitris。放心吧，静姐姐，我们不会跟丢的。
仓库，去看看吧。Oh, she's here. 一切都按照计划在进行，只要你信守承诺，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还有，你答应过吗？好了，无论是你的要求，还是对于他，不会信守承诺的。Wait, who's that?
直以为我已经可以像月姐姐一样去帮助别人，拯救别人了。我一直想要像月姐姐一样帮助别人，我一直想要能够拯救月姐姐。现在我做到了什么？我们做到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陪着我的除了月姐姐只剩你了，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吗？可我只是个拙劣的模仿品。是啊，我到底是谁，你又是谁，这一点连我自己都模糊了。我不过是你为了像月一样而形成的寄托，而现在寄托已经不在了。真的，镜子从不会说谎，它映照的永远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它已经空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不，我已经不能像月一样思考了。我不知道这么久我到底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儿。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不知道。Last one, watch out the door. Xing姐姐，你还好吗？我没事。Mira's like mixed now. I thought I'd see Mira like that. Gonna race or citrus? 坐稳了，我们出发了。小橘子，你慢一点。Okay, I'm using citrus now.
车神，怎么好像自己不能开车还有人在啊？快，快开起来，发到网上。哎，上次比赛出了事故，星之女王好像都没有再出现过。哎，这个我知道，听说诸多媒体记者蹲守多日，都一无所获。哎呀，那还用问，一定是因为输给赤焰颜面无光，不敢出面了呗。哎，大事件，齐身可是发起了星天对决，星之女皇再不出现，我可要投票给月了。看来我发布的引导这些人质疑境的帖子产生作用。各位，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吉星已经面临了自我进入董事会以来最大的危机，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共同度过这段危机。等到车神来了，我们要得到一个完美的策略。也许这不是件坏事呢。是不是坏事我不知道，不过这事倒是挺有意思的。车神现身街头，不负以往荣光。Okay, what is this? 99 yet. Yep, so this is the bonus for second chapter. This is Mira's costume. Okay, that's all for chapter 2. Chapter 3, 9 July. 9 days from now. Oh boy, okay. And there seems to be 5 chapters, eh? Wow. So, chapter 2 is done. Chapter 3 on 9 July, that's chapter 4, so and 5, we'll see what that is about. Okay, wow, that's all for this video.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see you guys next time.